发明人明修栈道，推手板暗度陈仓，红外感应磁控开关，巧妙联动装置让老鼠有来无回。敬请收看我爱发明捕鼠特工。发明人明修栈道，推手板暗度陈仓，红外感应磁控开关，巧妙联动装置让老鼠有来无回。敬请收看我爱发明捕鼠特工。朋友们好，欢迎收看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丁西。我身边这位嘉宾呢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彭老师您好。彭老师，今天的发明项目跟捕鼠有关。老鼠呢应该说它是很聪明的，人想尽了各种办法，鼠呢也是总灭不了，不断的人在不断的想办法，这个老鼠呢也在不断的升级换代，你知道吗？应对我们的办法。我觉得这个人和老鼠应该也是一个永久的话题，斗智斗勇。对对对。今天呢，我们的发明人呢又设计了一款捕鼠神器，咱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一款捕鼠器究竟好不好使。这里是广东东莞的一间普通的工厂，不过啊，最近这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大家看我手里的这张纸，在厨房内捉到了一只老鼠，奖励10元；捉到了两只老鼠，奖励20元。怎么样？看到这儿是不是您也有些心动了呢？其实啊，是最近咱们的厂房啊来了一批不速之客，那就是老鼠。现在大家正在进行全力的围捕，而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呢，就有一批人正在进行捉老鼠。大家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好吧？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是我们熟悉不过的歇后语。工作之余捉捉耗子，再用奖励钱换两瓶冰镇饮料，畅饮之后别有一番滋味。这是这家工厂员工在闲暇时自我调节的一种方式。可是这老鼠绝非善类，他们机警狡猾，这里的员工能有所收获吗？哇，这打老鼠呢，慢点慢点。哎呦，哇，抓着了。对啊。哎，慢点慢点，好抓吗？啊，这反应太灵敏了是吧？是啊，抓着一只。哎呀，四个人每人分得奖励2.5元。当然大家之所以大热天的在外面捉老鼠，并不是为了这一点点的奖励，而是平时深受其害。怕老鼠吗？怕。哎呀，对你生活产生过什么影响吗？心理阴影有。就是有一次我回家一开灯，哇，那厕所那里一只大老鼠啊，吓得我尖叫一下。我又不敢动，我赶紧打了一大喷嚏给它冲了，冲到厕所里面去了。真的好大的那只老鼠。老鼠跑到宿舍偷吃我们的零食。哎呀，我们一个晚上都不敢睡觉。见到就赶紧跑啊，害怕，叫爸妈过来啊。老鼠不仅抓起来困难，它的行为动作看着也让人毛骨悚然。最重要的是，在生活中，老鼠是全民公敌，它们是多种疾病的传播者，每年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它们而失去生命。所以，人们一直在寻找好的捕鼠办法来控制它们的数量。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老鼠不断进化出一套自己的生存策略。它们有着惊人的繁殖能力，民间自古就有一公一母一年350的说法。捕鼠中如果有一两只老鼠漏网，第二年它们又会卷土重来。老鼠的警惕意识很强，各种捕鼠陷阱药物，时间一长老鼠便产生记忆效应，就会选择性的避开。再加上老鼠自身超强的生存能力，既会打洞又会爬高，既能飞跃又能涉水，尽管人们对它们设置种种障碍，还是无能为力。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人工捕鼠困难，
而有一个人想到了不同的办法，就是用机器捕鼠。在工厂员工的告知下，我们找到了发明人。哎，您好，请问哪位是陈刚陈先生？你好，我就是。您就是啊，陈先生您好，我是我爱发明的记者。这是捕鼠器吗？我研发的一款全自动捕鼠器。发明人陈康发明项目全自动连续捕鼠器。陈康今年35岁，初中毕业时就来到东莞寻找工作机会，随后跟着一位师傅学习机械设计，这一干就是将近20年，有房有老婆孩子，正是其乐融融幸福时，他却搞起了抓老鼠的发明。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工厂每只老鼠10元的奖励吗？我家还有我的工作单位老鼠特别多，一到晚上成群结队，络绎不绝，肆无忌惮的把我的门咬坏了，我家里的木门下面全部咬烂，打一个洞，办公室把文件全部咬坏，危害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我担起这个责任。我再想一想自己从事工程技术的有什么难题，消灭老鼠舍我其谁。原来东莞工厂众多，大大小小成千上万，老鼠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乐园，他们成群结队四处觅食，不仅如此，还在工厂里大搞破坏，咬坏东西，污染人类的生活用品，传播疾病。而陈康所在的工厂尤为严重，使得经济效益一度下滑，故而有奖励捕鼠这一公告。于是搞机械设计的他很快就做出了一个捕鼠器，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上天交给他的任务。老鼠从下面上台阶撞开这个门，单向门，对啊，这是一块磁铁，嗯，这是一个磁孔开关，两者之间结合，一旦有个它超出这个距离啊，它就会真堵墙，就是往里推的啊，推到后面的这个储储藏之中啊。哦，就等于是他把老鼠往里边赶边推，推到那个单向门。压缩它的空间，当到达下一道门的时候呢，就没有间隙了，老鼠肯定就是说可以钻到这个笼里去。到位之后，这个推板又返回，哦，返回到门口，回来之后它再次停顿。哦，下一个捕捉过程啊，等待下一个循环。哦，好，我们看一看。哦，哦，储储仓这个门是开的。哦，陈康发明的全自动连续捕鼠器由设定好的电路板控制，当老鼠进入到第一个单向门后，触动磁控开关，老鼠被推入第二道单向门，继而进入储鼠仓。随后由于推板在接近第二道单向门的同时触发了限位开关，又返回到第一道单向门处，如此反复达到连续捕鼠的目的。我看楼底下好多人在抓老鼠，您知道吗？我知道。那怎么样，您这机器现在能用了吗？我的机器可以用，刚刚做好。刚刚做好，要不咱们下去来个机器的首秀。还行，行吧，行。这里边啊，有老鼠洞。这地儿是够隐蔽的。是够隐蔽。前两天我侦查过，发现这里很多洞，看，是吧？看老鼠洞，这里有洞，对，这里有个洞。哎呦，那边还有好多。这洞挺多的。是啊，看，全在树根下面。一个，两个，三四五六，十多个啊。十多个洞，数不清了。是啊，这后面都还有啊。那您为什么选这儿呢？我觉得这里是老鼠窝，啊，老鼠应该数量比较多。您觉得咱们在老鼠家门口设伏，成功率会高一些是吧？会高一些，出口对准，对准洞口，一个洞，对准这个洞吧，然后把这两块砖抛掉，打开开关，对 ，OK， 继续正常。行，那咱们等等，好，继续离开，好，走吧。这次直接面对耗子的老窝，捕鼠器能否
除湿大捷呢。然而时间过去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见着一只老鼠出来串门，这是什么原因呢？咱们站得不够远吗？也是有关系。是咱得想点什么办法呢？老鼠赶出来啊，要不怎么进机器里啊？我这里有点蚊香片，我又准备用蚊香片放进去，用烟把它熏出来。蚊香片？对对对。哦，行，有吗？有有有。不仅是因为我们站得太近导致老鼠没有出来，而且老鼠喜好夜行，大白天的来抓捕它们本就有点不妥。但是陈康想出来的主意不错，就是不知道老鼠会不会被熏出来了。果不其然，在烟熏过后几分钟，有一只老鼠还真跑了出来，但是这只老鼠并没有被捕鼠器抓住，效果不太行，这老鼠不出来是吧？就是秦工啊，秦工过来啊，过来。秦工，哎，这是您那个同事是吧？对对对，我们一个部门的。班长好。对，您这也做了台机器啊？哎，对，我也做了一台机器，也是捕老鼠的。捉老鼠的，你这个能抓住老鼠吗？可以抓到，就老鼠进去了，咱就把它关起来，这样子的。关起来。哦，这是个简易，这多久做出来的？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用胶水把它扇起来就可以了。可真比较简单，可以的。我不认为他抓得住。是，你这个也是捉老鼠的吗？对对对。是，那咱找个地儿测试。那我让你去，我家楼下。是您家？啊，那个篮球场上，我们搭一个围栏嘛。我那里昨天刚好也是抓了两只老鼠。哦。我就养在那里的。是了，我带过来，我们继续要比赛。比赛一下吧，你也过去啊。啊，我也想跟他比赛一下。那一起去吧。那行，太好了。我不相信这个能捉到老鼠，我觉得我这个能捉到。哎，太好了。那我们比一比，到底是机器厉害，还是你这个小玩意儿厉害？好吧。行行行行行行，走。这位拿着简易捕鼠器的人是陈康的同事，电子设计方面的工程师秦工。因为工厂里奖励抓老鼠的公告出事后，他也参与了进来。在他看来，陈康的机器过于庞大，费那么多精力和财力做出来，不仅很难把投入挣回来，说不定连捕鼠效果都不如他手头上的。而陈康也是极为不爽，于是他决定跟秦工来一个比试，让秦工明白，为了每只老鼠10块钱的奖励就投机取巧是不对的，不劳而获更是不可能的。这不，很快一个比拼测试环境搭建完毕。这是您的机器啊？啊，外形是挺简单的，就是这么一个盒子就可以抓老鼠了。啊，这个是比较简单实用的。什么原理啊？就是我把食物放里面，然后呢，老鼠去吃这个食物的时候，这个再启动的时候就把它关起来，原理比较简单。行，那这回您准备什么食物啊？就是放一块肉就好了。放块肉，那就这块肉是吧？啊，对。行，那您放进去吧。啊。秦工的捕鼠装置简易又巧妙，诱饵更是让人都垂涎三尺的红烧肉。小设计会不会有大用处呢？我们一会儿见分晓。啊，这个安放好了机关。陈工，您这放的什么呀？这个是在市场上买回来的猫粮。猫粮？对啊，很香的。老鼠还吃猫粮呢？按我的这个了解，应该是老鼠喜欢吃比较有香味的东西。到底是猫粮香还是红烧肉更味美，我们暂且不论，首先要保证的是捕鼠效果，要不然就演绎了一场老鼠界的鸿门宴了。哎，小朋友，怕不怕老鼠？怎么怕它？它咬你。见过这机器吗？这个没见过。捕鼠器。没见过。觉得能抓着老鼠吗？应该可以，这个有诱饵，应该是可以的。那咱们一起看看吧，对吧？看一看。这一次我们准备了3只老鼠，2种捕鼠器，谁抓得多即为获胜。先放一只，要不？先放一只吧。先放一只，看一看它更那个钟情于哪个笼子，好不好？咱们先放一只老鼠，来来，哎，好，那行，让老鼠发挥吧。老鼠有立体嗅觉，它们能在不到50毫秒内侦测出气味的方向，有10000个嗅觉细胞，是人类的2倍。所以面对秦工和陈康设置的诱饵，只要他们喜欢吃，就一定会顺着气味过去。2种捕鼠器都有点请君入瓮的感觉，只是一个简单一个奢华，就是不知道老鼠喜好哪种口味了。小样对我有兴趣啊？看他近不近。哎呦，
挺精的啊，没进去。老鼠是特别聪明的动物，对于陌生的事物从来都是几经试探才会接近它，而一旦它发现对方对自己没有威胁后，它便会大胆起来。这不，老鼠对美食不闻不问，对我们的记者却是十分钟情。转了一圈之后，又来到记者脚下。毕竟人鼠不同路，记者这下没有客气，受了冷落的小老鼠似乎没有感到很委屈，他认为这个小盒子应该没有危险，已经试探过好几次，于是干脆在上面蹦蹦跳跳，像是玩起了杂技。俨然他觉得他面对的不是让自己坠入深渊的杀器，而是马戏团的一个道具而已。觉得他这机器能抓得了吗？觉得难，因为老鼠现在越来越聪明了。确实是，包括您看刚才跑了，它跑了这个好几圈都绕过去了，但它就不进那门，是吧？是啊。看来这只老鼠太过顽劣，不玩饿了是不会主动找食吃的。于是我们又把剩下的两只全放了出来，看看它们会不会饥不择食呢？或许是因为来了同伴，在侦查了一段时间后，渐渐的老鼠们越来越放松了警惕，向食物进发了。哎呦，您这也不行啊，这机器啊。它是这样的，它要吃那块肉的时候才能自动开关。没吃诱饵就发动不了这装置是吧？啊，对，它要吃要拉动，才能就起到作用。看来抓老鼠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是这么简单一个机关，老鼠要不触发的咱们也抓不着，是吧？对，第一次进去没有触发机关。我看对咱们的摄像机挺感兴趣的。又进去了、啊、还没抓着啊？它不吃你东西啊，你没看到它不吃你东西啊？它吃了就有反应了。问题是现在人家不吃你的，你看没有用的，你那个东西有什么用呢？第二次进去了还是没有触发机关。定睛一看，原来老鼠进去的时候很轻巧，身体一直没有触碰到机关，可是这儿有美味呀，要不要解解馋？思索半天之后，他还是放弃了，继而来到了连续捕鼠器的门前。他是要打算吃猫粮吗？一番斟酌之后，这只小老鼠掉头离开了，一个是进去了不发动，一个干脆都不进去。难道这叫做捕鼠器的东西就是个摆设？此时一只老鼠似乎也发现了摆设的问题，所以这次它大胆的前去享受美味的红烧肉了。哟，抓住了啊，抓住一只。哇，挺灵敏的是吧？我看着碰了一下那个肉、啊、嗯，虽然那个没有全身进去，但是只要是大半身进去一扣住就给抓住了啊。对，但是尾还在后头上。对，老陈，人家这抓了一只了，一比零了啊，您这得加把劲了。是是是。终于第三次机关触发了，我们看到当老鼠将前脚放在小细杆上拉开架势准备开吃的时候，机关就此出动，被捕的命运也就此确定。虽然简易捕鼠器已经抓住了一只老鼠，但是胜负还没有决定，剩下两只老鼠，如果连续捕鼠器还抓不住的话，几个月的努力还不如两小时的手工活，这是让陈康无法接受的。好在接下来这只老鼠的不请自来，让陈康将紧绷的心情缓了下来。进去了，哎呦哎呦，真进去了，进去了，这老鼠进去了，进去了，触发了吗？触发了，现在往这个储物箱里面赶、自动捕鼠器的效果还不错，只要老鼠一进去就按照设定好的流程走了，看样子储鼠舱要迎接他出场后的第一位客人了。然而就在此时，这客人似乎有点不给主人面子，另外选择了一个归宿。哎呦，老鼠没进，钻到顶上去了。老鼠具有天生的缩骨弓，钻进肩压力让肋骨向后弯，肋骨和脊椎间的铰链式连接使其能轻易折叠，因此这种自身构造的弹性
可以通过自己的头能通过的任何空间，所以自动捕鼠器缝隙变成了老鼠以为的逃生通道。好在辗转几次之后，老鼠还是进入了储鼠舱。看来您这机器人抓了一只老鼠，真的是，是吧？还剩一只，然后对，你拿出来看看是不是在里面？拿吧，现在拿吧，来。盖个明显板布，递给我一下，将板插入到齿缝之中。啊。然后再抽出来，这里面就有一个。你在这儿呢。这抓着一只不算什么，你这不连续捕鼠吗？来，咱继续，好吧？好的。捕鼠器成功捕获一只老鼠，让陈康心里乐开了花。虽然在进入储鼠舱的过程中有点不顺畅，但至少说明了机器是可行的。他也坚信最后一只老鼠依然会被自动捕鼠器捕获。这不，还真被陈康想着了。最后这只老鼠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想到里面乘凉，试探性地推了一下连续捕鼠器的大门。然而不推不要紧，一推吓一跳，里面的推板开始运作，感情这是个陷阱。看到这儿，老鼠立马转身跑开了。是不是刚才老鼠碰了一下？可能是碰了一下，碰了一下，只是它没进。对呀、啊。它缩回去之后，但是我机器还是出发了，所以说我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对，这老鼠卡一半，它缩回去了，但是您机器还是出发了。还是出发了。正说话期间，找不到同伴的这只老鼠悄悄地来到了简易捕鼠器这里，似乎想躲在里面。谁知这一躲就是永远了。最终秦工用手工简易制作的在灵敏度上还有所欠缺的捕鼠器反而以2-1赢得了这次比拼。经过了一个小时的戳鼠比赛，嗯，您这边的战绩是两只老鼠啊、哦，两只。老陈，您这边就抓了一只，是啊，看来只能说今天这场比赛您是输了，您比不过他这个小小玲珑的机器。是是。怎么样？您看他这机器，您觉得怎么样啊？他这机器呢，就是看起来比较大，但是就说老鼠进去了，那个抓不住，老鼠在里面呢，随便跑来跑去，间隙比较大。这个我知道，我回去再好好的研究研究。发明人明修栈道，推鼠板暗度陈仓，红外感应磁控开关，巧妙联动装置让老鼠有来无回。敬请收看我爱发明。不，原来陈康上次捕鼠失败的原因在于他对自己的机械水平过度自信，忽略了一些老鼠的基本特性，比如鼠路，比如老鼠还会缩骨弓。所以他第一时间上网查资料，学习了很多有关老鼠习性的知识，于是重新设计了这样一台全自动连续捕鼠器。新机器啊，是您的？对对对，第二代机器。哦，又变大了。变大了，这一代肯定是胜过第一代。行，那您给咱演示一下原理吧，好吧？正好我这里感知到一套透明的板。哦。哎。哎，太好了，透明的。哎，那我们拿上来观看。行，好。来。哦。两扇门是打开状态。这里红外观控。这个地方也是一道红外观控。哦。任何一道被切断，两扇门都同时关上，同时关上。关上了之后呢？然后中间的马达启动，马达利用齿轮齿条的原理，将整个推板往前推。老鼠进去以后，然后走到中间，马达启动，门往里移，把老鼠就是推进去。推进去。哦，推到哪里？哦，笼子在哪儿？哦。好、哦，笼子的门在这个笼子里。哦，通过这两个门进去。单向门。单向门。对对对。原来手就是这样安装的啊。改进的全自动连续捕鼠器，同样由设定好的电路板控制。当老鼠进入时，利用红外感应触发磁控开关，关闭两扇门，继而推板在齿轮齿条的作用下，将老鼠推入只有单向门的储鼠舱中。随后由于推板在接近储鼠舱时触发了嵌尾开关，又回到初始位置，随即两扇门再次打开，如此反复达到连续捕鼠的目的。
根据老鼠靠墙走的习惯，这一带捕鼠器将磁控门设计在了最边上，并且还设置成通路形式。同时，鉴于上一代中老鼠一碰触单向门，机器就运转，导致捕鼠效果不佳的状况，这次陈康利用红外感应控制磁控开关，并且红外感应的位置离两扇门有一定距离，只有老鼠整个身体都进来后才能触碰到，这样即便老鼠想再掉头，门已经关上了。设计着实巧妙，但聪明的老鼠会买账吗？这一次他在工厂的院子里又搭建起一个测试环境，准备先试验一下。然而就在这时，秦工又出现了。哎，陈工，哎，你好。好，秦工是吧？啊，哎，什么？你又做了一个仪器吗？是啊。哦，这是新的吗？这是第二代的。第二代的是吧？哦，我是也带了一个过来。昨天我那个。您的机器变了。啊。之前那个呢？那个灵敏度不够，我重新改装了一个。哎呦，这也是个大型机器了。哪个大董做的一个仪器？哦，这是什么原理啊？这个？它的原理就是说，老鼠上去的时候，我这里放了一块磁物，老鼠上去的时候，它在滚动。哦，会掉到里面就滑下去了是吧？啊、那怎么这个是让老鼠爬上去的？啊，对，这个是、啊、放在哪儿啊？这样子。哦。做一个梯子上去的。哇，这挺灵敏还。你这个做梯子根本没有用，你想这么高的桶，这个板。它怎么可能爬上来？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老鼠看到这里有吃的，它肯定要想办法上去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您这个挺小巧的哈。啊。像这样一个临界点哈。啊，对。啊，老鼠可能轻轻一上去，轻轻碰一下，它啊，一蹦就马上滑下去了，这样子。不错不错，您看它这机器怎么样？变大了，一个是你那门也改了是吧？门是这样子的，啊、门改到上面。是，现在咱们的门设计在鼠路上了。看来没想到您二位的这机器都改变了。啊，都改变。那咱们就拿两个机器放进去试试吧，放两只老鼠，好吧？来，赶紧试试。啊。由于上次捕鼠器每次激发后都要重新安装，这次秦工又自制了这么一个走长线的捕鼠装置。只是这么高的桶，老鼠能顺着一根小木板爬上去吗？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谁才是捕鼠利器。准备放多少只老鼠？放40吧。放这么多？是啊。为什么？因为少了不够我装。机器改进好了，效果觉得好了。啊，效果还不错。放40老鼠啊。嗯。别到时候都让秦工的捉去啊。哎，不会。是吧，秦工？是，上次他只捉了一只，你这次应该是吹牛吧？就是。我没有吹牛，要不咱们等一下比一比。行，那就这样，那咱们就赶紧放老鼠比赛一下，好不 好？来，好，请。这次陈康花了老大力气，从其他同事那里整来了4只大老鼠。刚放出来的老鼠很活跃，一个个上蹿下跳。面对这些矫健的对手，捕鼠器会有上好表现吗？觉得他这机器捉着了老鼠吗？看着挺新鲜，应该还挺靠谱吧，看起来还不错。挺靠谱。行了，咱们继续看看。你看他那设计吧，都说了过去吧，有科学根据的嘛。看着挺专业的是吧？对对，是的。啊。这个看着比较严肃一点。严肃一点。那台这个太随便了是吧？是的，是的。行，那咱们拭目以待，看一看，看看哪个捉得多，好吧？那么，这个随便的捕鼠器能抓住老鼠吗？老鼠喜欢随遇而安，看来这个随便的东西符合它的口味。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嘿，这可咋整？看呐！看他怎么办，这个嘿嘿，下不去喽。看来这个随便的东西只是个表象，上了当的老鼠一个劲儿的在塑料桶边沿上逡巡，大有一种上灯台偷油吃的感觉，不知如何是好了。不过很快老鼠找到下去的方法了。秦工怎么回事啊？老鼠刚才在这转了半天都不下去。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有点不太灵敏，就是说转动的时候第二个就是老鼠没上到这个瓶子去，它就在上面转了上去，这样子。就是老鼠还是太狡猾了，你要是直接让它去那儿，它还不一定先过去，是吧？啊，对对对，它没到这上面来吃这个食物，所以就没上去。行。感觉受了骗的老鼠有些心情低落，只想赶紧逃离这个地方，
平复一下受伤的心。这个大盒子应该是个很好的藏身之处。不但内饰奢华，还包吃包住。听到动静的其他同伴也立马都赶了过来。他们这是要干嘛？难道想进去凑一桌麻将吗？可是里面的机关还在运转，一时之间门还无法弹开，看来他们三个只能先在外面斗会儿地主了。这时推鼠板运作完毕，磁控门要打开了。由于两只老鼠的体重压住了磁控门的正常开启，只露出下端一点缝隙，而正是这一点缝隙，一只老鼠就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可能是麻将瘾犯得厉害，这不进去之后还不忘回头招呼牌友快点进来。这样一来，全自动连续捕鼠器已经抓获两只在手了，这让在场的人也都纷纷点头赞许。然而不知怎的，按理说时间过去了有一会儿了，磁控门该打开了呀，可是始终无动于衷。哎，陈工，哎，怎么回事？这老鼠堵门口了。这个您的机器正常来说应该是能自动回位的，那门应该自动打时间以后，对对对，是吧？对，是。这怎么是老鼠劲儿太大了，把您这门堵死了，打不开了？我想是不是蓄电池的问题？啊、哦，赶紧调试一下，这比赛正在进行啊。原来是电路不稳定，电池消耗过多，造成了机器的故障。于是陈康又摆弄了下机器，勉强让机器运转了起来。而就是在这耽误的几分钟里，另一个摄像机捕捉到了秦工这边的捕鼠过程。秦工，成了啊，抓着一只啊，抓到一只了。哎呦，虽然没吃了那肉啊，但是也是掉下去了、啊、对，他想吃这个肉，但是呢一转动的就掉下去了，这样子的、啊、证明咱们原理还是不错的啊。继续抓吧，调试好啊。哎呦，跳上来了。就在我们说话间，小小的老鼠竟然从近60厘米高的塑料桶里跳了出来。跳跃是老鼠最重要的求生特技之一，原因在于它们的腿部肌肉充满了强壮紧密的纤维，再加上瘦长的后腿赋予了它们足够的弹跳力。对比于它们较小的体型来说，跳出的高度和距离如果参加奥运会的话，简直就是金牌拿到手软。正因如此，逃出来后的老鼠打算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自身优势和塑料桶的高度来一个更大的赌局。他成功了，可是当到达1.2米高的围子上面时，他迟疑了。对于老鼠来讲，这太高了，就相当于人站在3层楼的位置往下跳，你敢吗？不过他又用他优越的平衡性在围子上快速奔走，寻找逃离的方法。面对冠军级的老鼠，秦工不得不将塑料桶离围栏更远些了。而此时这只老鼠还不死心，充分相信自己的弹跳能力，似乎他的目标不仅是金牌，他还想破纪录。还要再来哈？可能距离的确有点远了，也可能摔过一次有些受伤，连续几次尝试都失败了。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猜得出，如果秦工的捕鼠装置想要在野外抓到身体各项条件顶呱呱的老鼠是有些困难了。而陈康能利用好这样的机会，让秦工深刻理解付出等于回报才是真理吗？陈康成功捕获第三只老鼠，而也就在此时，最后一只已经累得够呛的老鼠由于大意，算是给秦工挣回了点颜面，对吧？行，咱们看一看是不是老鼠都在里边。这儿呢是吧？一只老鼠，一只就一只啊。来看您这是不是三只？
数一数啊，一只，两只，三只，呼，活蹦乱跳的。行啊，没想到您机器竟然抓了三只。怎么样？什么心情？心情高兴啊。很高兴吗？您机器捉了一只。啊，捉了一次。上回赢了，这次失败了，没想到。啊。虽然陈康抓住了三只老鼠，赢得了比拼，但是他自己知道还有些地方是需要完善的，比如电子线路方面的问题，而他是搞机械设计的，该怎么办呢？于是他请来了电子线路方面的工程师秦工，秦工很爽快地答应了，在他的帮助下，线路排布更精致，这样一来就不会再出现不能稳定启动的状况，还节省出大量的空间。随后搞机械设计的陈康又把机器小型化，便于携带，于是之前还是对头的两人现在已经合作研究出一个更稳定更美观的连续捕鼠器。但是这捕鼠器究竟能不能在实际环境中抓到老鼠呢？他俩商议将机器放置在工厂后厨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进行一次捕鼠测试。放到这里，这个地啊，靠墙放。后厨的小道上。对对对对对。贴近。对，贴近墙壁。调试好了吧？调试好了，调试好了。这是您二位第一次合作以后的产品。对。不知道明天早上能有几只老鼠啊？我信心满满。为什么呀？这个地方比较僻静，啊，一旦晚餐之后呢，它就关门了。第二。厂区嘛，毕竟是饭堂嘛，它的老鼠数量啊，比较多。看来还是有所期望的。对，行，那咱们就把机器都最后一次再调试好了，调试好了，放这儿，对对对对，静候佳音了啊！啊，好好好，走，好了好了，啊，走。这是我们离开后傍晚时分的监控画面。看来这里的老鼠的确很猖獗。这是晚间的监控画面，看来此地的确鼠患严重了。那么这个全自动连续捕鼠器能不能帮助工厂干掉老鼠，减小损失呢？第二天一早，陈康就迫不及待地来查看结果了。一只，两只，看看吧。啊，好的，拿出来看清楚一点。哎呦，哇，好多好多。哇，好大呀，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个。对对对对对。你这不得了啊！还好。猜一猜，大概几只鸟？全自动连续捕鼠器的效果很好，在场的同事也都很羡慕，心想着这下老板每天就要出很多捕鼠奖金了。哎，你们政府热了，这是看什么？哎，小陈，哎，这个老板已经研究出来了啊。研究出来了，效果还可以啊。昨天晚上抓了六只，你看。刚刚到可以啊，真是在这里搞这个东西，搞出来了喽。搞出来了，还可以啊。多谢你的支持嘛，是吧？支持，这是给你时间的啊，就是你证明你还是不错的。照这样计算，老板每天60块钱的支持，也不枉陈康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坚持。更重要的是，有这捕鼠利器没几天，工厂里几乎见不到老鼠的影子了，厂子的经济效益又起来了。于是，陈康成了远近闻名的捕鼠能手，很多工厂都邀请了他去捕鼠，但是。有一地方却一直无动于衷，这是为什么呢？捕
鼠上了瘾的陈康决定亲自前去探个虚实。陈老板，哎，在家是吧？你好，哎，你好，老板。我们来到了一个养殖鱼塘，这里的鱼塘老板说，每天都有很多老鼠光临，偷吃他的鱼饲料。可是正当陈康要慷慨地免费给鱼塘老板捕鼠的时候，却听到一个让人吃惊的事情。我这个狗抓老鼠也挺厉害的，你看，天天我看到都抓到老鼠，小的不抓，专门抓大的。是吧？您这狗还能捉老鼠呢？是啊。之前只听说过猫捉老鼠，狗还能捉老鼠啊？是，这些狗都可以抓老鼠。哟，那要不咱先试试，咱看看那狗怎么捉的。来看看啊，看看。您先把这机器放这儿。好的，先看一下。原来，本是给杨老板看鱼塘的小狗们，由于鼠患猖獗，还兼职做起了捕鼠的工作。听到这儿，我们也不禁好奇了起来。话说，狗拿耗子不是多管闲事儿吗？难道多管闲事儿的狗也比它的捕鼠器厉害？这让陈康有点不服气，于是打算扔上几只老鼠，看看这些狗狗的兼职工作做得是否到位。可怜的老鼠一放出来就被狗狗抓住，看来相比于猫，狗抓老鼠的本领也不含糊。于是我们又放出了第二只老鼠。先提高一点，好吧，扔吧老板、啊、来，看不出这狗还真有些本事。然而更让人吃惊的还在后面。在那水里面去了游泳啊？哪去了？在水里面、啊、但是没看到是老鼠。老鼠去哪了？在水里面游水去。哇，你看秦工、在那里游啊。是啊。没想到一会儿的功夫，这只刚刚侥幸逃脱的老鼠已经游到了池塘中央。看不出它涉水的本领竟如此高超。好厉害，咬了它又饱了吗？好，是咬了一口它又饱了。这狗也去了，六条狗肯定还会发现的。那里吗？中间那里看到吗？看到了，就像侦察兵一样。看到，肯定追过去看到吗？那里，我都看到了。在游在中间。叫那狗过去、啊。那你看到了？这狗你看，它是涉水。很冒险，它就是。来，看到，好厉害。对。是。应该看到了。应该看到了。还没看到。喂。没看到。包有点搞错了，好了，是游得好快。这已经跑掉了。他涉水的本领竟如此高超，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老鼠虽然是陆栖动物，但它们其实是游泳高手。老鼠以后脚划水，前脚操纵方向，尾巴也充当某种方向舵。同时，老鼠的耐力惊人，能连续踩水三天，而且它们的潜水功夫一流，能在水下憋足长达三分钟。而小狗们虽然具有与生俱来的狗刨式游泳绝招，面对这还会潜水的老鼠，也一时茫然无措了。老鼠很狡猾，利用自己在水中的天赋，游一会儿潜一会儿，成功躲开了小狗的追击，径直到达了鱼塘对面，还肆无忌惮地休息了起来。然而正是这一短暂的放松，差点让他丢了小命。哦，看到了。他还是不行，技术还是不到。没有，他今天是玩。小狗还是太善良了，一击不中，现在就只能望着鱼塘兴叹了。此时的他们是不是在想，下一次绝不嘴软呢？又过去了几分钟，老鼠趁小狗离它比较远的时候，
偷偷上岸了，想就近找个鼠洞逃窜。然而狗狗们精力集中，虽然有点远，但几个箭步就过去了。我去，老板，能让它叼过来吗？老板，第一只老鼠一放下就被瞬间抓住，第二只虽然又是游泳又是潜水，最终还是被狗狗们成功围捕。老袁，这里这个狗啊真的是强敌啊。看到他们的神威表现，我们不仅啧舌，同时也在想，这地方还会有老鼠吗？陈康的捕鼠器还有优势可言吗？老陈，我现在都有点替您这机器有点心慌，真是有点没信心了，觉得。是这样子的，我认为我的机器还是没有问题啊，就是说，狗它毕竟还是要睡觉的嘛，晚上是吧，要休息的嘛，我的机器可以24小时，是吧？随时抓，随时待命，对不对？它不会休息。对。啊，等你狗休息了，是吧？我的机器就可以发挥大作用了，是不是？那咱们也别跟狗在白天抢老鼠了，那就不跟他抢了。咱们把机器放在狗晚上睡觉的时候。对，放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晚上让它启动出老鼠。可以，行吧，行。这里的老鼠已经经历过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势必更加机警。陈康虽然有信心抓到老鼠，但是也不敢大意。这不，将捕鼠器布放在什么位置，也多有考究。陈工，哎，怎么选择这个地方？赵川，你看一下，这全都是老鼠屎啊！这种，对，就是，这是黑色的颗粒，这是老鼠屎，说明老鼠在这里活动。这是个密集活动的地方。对，嗯。哦。而且老鼠它是通过下面的夹层爬上来，因为所谓的老鼠全是躲在这个夹层之中啊，它的窝就在下面。哦，离老鼠窝比较近。对，它还是外面活动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是活动密集，对，所以我选择这里。听陈康的说法，由于老鼠躲在夹层里面，似乎并没有被狗捉光，所以此处便是它的捕鼠器大发神威的地方。但是结果是否能如他所愿呢？这次我们也安装了监控，打算看看这里是否会有老鼠出来，又是否能被捕捉到呢？第二天一早，陈康就迫不及待地来查看结果了。您觉得今天能捉着几只？我觉得5-6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很期待，看一下笼子里面。环境呢？这个怎么？对。有两只。抓到两只。两只老鼠，对，两只老鼠，哦，不是太多，因为但是可以，至少是可以连续性嘛，是吧？三只，我看错了，三只，三只老鼠，对，哎呦，没，这个是不错，还好，表现不错，怎么样啊？秦工觉得呢？还行。最终，陈康的捕鼠器在这次抓捕行动中收获了三只，虽然看上去很少。但是考虑到有狗在这儿威慑老鼠，还能捕鼠成功，他们很满意。这也至少说明了捕鼠器在连续捕鼠上没有问题，而且捕鼠效果一流。陈康发明的全自动连续捕鼠器，针对老鼠的习性，运用红外感应、磁控开关等技术手段，将狡猾机警的老鼠请入瓮中，做到全天候全自动捕鼠。在解决鼠害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称得上是一名优秀的捕鼠特工。这个自动连续捕鼠器它的特点我想还是非常鲜明的。第一，它的触发呢是一个红外触发，机械触发相比较而言比较可靠，它那个不需要老鼠去触碰这些装置。第二个呢，它能够驱赶这个老鼠进入这个老鼠舱里面，而不需要被动的老鼠自动进去，这样呢它能够为下一次捕鼠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它的一些主要缺点呢，我想第一是这个捕鼠器它需要电源供电，所以它的部署流动性上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个呢，希望它能够增加一个报警功能，能够某些指示让别人知道我这个抓到老鼠了，快点把这老鼠处理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您可以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好，再一次谢谢庞老师，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我是丁西，下期再见。它是一把从天而降的巨伞，为汽车带来凉爽与舒适。它有着坚实的骨架和巧妙的设计，在重重考验中毫不畏惧。敬请收看《我爱发明神奇车衣》。